来。男女同工。好。好。叫多几个大家嚟，叫靓女嚟，我哋成堆嚟。静观其变的，有时候我们是即使是政治人物，沉默是金的。所以我今天跟你坦讲一些坦白的话，也希望你们落笔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不然大家都如果你问我有什么，我是觉得说你我们就看吧。我们现在看到所有以马来人为基础的政党联合起来呀、我们觉得，我是觉得我们非马来人应该担心是将来的政策的走向是怎么样。我们也知道这一些成员党过去他们的政治的历程，可是我们要值得我们关注的。当然，我们也要看说他们接下来有没有可能真正的一个联盟，就是组织得成。所以这些都是，所以我回到来一句话说，我们就静观其变。